主策，这个称什么？颌下啊，下巴下面啊，就是下边上面的脖子上啊，里边胀痛啊，胀痛，胀痛，青蛙或者癞蛤蟆那个地方会鼓起来的啊，会鼓起来的啊。那个地方会鼓起来啊！就现在描述的是青蛙或者癞蛤蟆的事啊。然而刚才我看那个视频，那个视频，讲的呢，那个讲的什么事呢？讲的那个癞蛤蟆，或者青蛙吃了那个萤火虫啊，萤火虫的光啊，从它身上透出来。刚才我看了这么一个视频一个，然后，接下来产生的症状就是脖子下面，就这个。那个视频不是真的啊，因为不是真的才让我这个脖子下面产生症状。如果是真的话就没事啊。那是个顽疾啊，那是个顽疾啊，那是个顽疾青蛙。玩起来好嘛啊，里面装了电池啊，然后 LED 灯在亮，所以呢，那个人描述的时候呢，描述的是呢说了一个青蛙，我们以为当真了啊，一当真以后就正常，并且就产生症状了，所以在我这里就任何东西都不能假，或者通过当然有的人通过讲事情不是故意讲错，只要描述错了我这边有症状，如果我听到他讲不反抗的话，我就出现症状了啊。越来越严重，听人家讲错的时候，我这边只能阻止他讲，或者帮他纠正，不然的话我就一直痛下去啊，那个就是假的啊，那就是假的，害得我，刚才掐了，掐得痛啊，掐得痛，我上一节还没排完，就开始痛了，痛了，一直掐的啊，是搞出这么一回事啊，那是假的啊，假的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